被强占领。你别一动一动的，把这薅下来。你看一下。请向右转。刚才在这应该过去了，请正面站立。他应该过去了，你就去后排吧，他应该过去了。那就麻烦了，没问题。不是我说那个直播还在开始吗？那个我这边看不到弹幕了，就是他们的开始了。刚才我看了一下在直播呢。好，我看一下啊。请61号站到队伍的前场，刷他们能听见我说话，但是看不见字儿。他们问老展第几？不是，你现在就看不见老展第八。前展双啊，背啊，老展第八，老展第八。你看一下，怎么能看见？他时而侧展胸部。那个。观看直播的小伙伴，我现在先退出去一下，因为我看不到你们的互动。然后，五分钟之内，然后你们再回来啊。谁的手？后展背过去。前展腹部和腿部，谢谢。不定位，自由造型。陈灿灿，赛普健身学院。第一名，67号，陆瑶，湖北省健身健美运动协会。好的，我们有请颁奖嘉宾，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项目主管、中国健美协会秘书处主任刘蔚女士为获奖运动员颁奖。
请颁奖嘉宾和运动员合影。在群里说一下知道了就可以，在群里回复三个字知道了。好，感谢颁奖嘉宾运动员合影。好，谢谢，请冠亚季军留在台上。好，谢谢，请冠军留在台上。